福利媒体学院。哦。啊，对对对，其实我今天之后就可以报名。今天不能写八天。哎，对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做独立媒体学院是希望说能够培养比较多的人做独立媒体。那其实后来我比较没有管那个事情，因为后来我会衡量到，其实那个行政工作真的好多，后来就发现我不知道我很会做行政工作的，所以后来就是做自己比较多的报道，然后就是让那个像冯小飞，哦，那这是老板娘，冯小飞知道哈，那是老板娘级的。他就是很会做这些事情，这样。那独立媒体学院基本上我们希望说，你上完课之后你会学到一些东西，哦，然后另外就是最重要就是希望有一个独立媒体平台。比如说各位以后都想做独立媒体，那你就可以加入那个平台。哦，那像美国有个叫做什么马格兰，大家知道马格兰组织吗？哦，就是很多的摄影记者组成一个马格兰协会，哦，然后你的作品在里面就有经纪人会帮你操作，哎，经纪人就是你的照片可以卖谁啊卖谁啊，想去上课，我现在比较不知道媒体学院现在的进度。过年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前班代啊，前班代